中国男性身高突然热搜第一，原标题：中国男性身高突然热搜第一。近日，中国男性35年间平均身高增长9厘米，这一话题迅速登上社交媒体热搜第一。与5年前相比，18至44岁的男性和女性平均身高分别比增加了 1.2 厘米和 0.8 厘米，一起增长的还有国人的预期寿命。